蓝盈盈与曹骏分手后首度现身，穿露肩裙超漂亮，状态很不错。这阵子明星艺人似乎是约好了要分手离婚一样，许多大家看好或者不看好的情侣夫妻都宣布了分手，蓝盈盈曹骏也是，两人前不久先后发文称因为聚少离多和工作的原因选择结束谈了三年的恋爱，让人不甚可惜。10月28日，一组蓝盈盈参加新系媒体看片会的现场照曝光，虽然才没分手多久，但她马不停蹄的就开始工作了，这也是她分手后的首度亮相。只不过看到这么漂亮的蓝盈盈，不少网友依然不敢相信她已经分手了，为这对小情侣感到惋惜，甚至还有网友直呼不敢相信爱情了。其实两人分手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两人都成为了对方最美好的回忆，感谢对方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和平分手总比撕破脸要好，所以大家也没必要再难过了。如今蓝盈盈已经调整好自己的状态，重新投入到工作中，希望她和曹骏以后能各自安好，工作顺利吧。